已经是月尾啦，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你有没有试过上网台找节目？有没有发觉同一类的节目有很多不同的质素？ MyRadio 为你提供一星期七晚节目时间表，不同的节目，由本地政治到香港风情，什么都有。你不用再浪时间去听其他废话， MyRadio 帮你用最少的月费得到高质素的节目。上 MyRadio 网站，可揀直播，亦可揀重温，再按 Enter就咁簡單。 MyRadio 在互聯網當中為你製作最精彩的網台節目，你可以根據你的興趣選擇你喜歡的節目，選 Facebook 直播、 YouTube 或者 Livestream。 記住 MyRadio 的節目是有最精闢的 insights 和有娛樂性的節目，所以給節目月費是絕對值得的。Hello， 大家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意在吞并消化国民党，因国民党党内派别有裂痕，乘隙勾引而来。嗱，呢段说话咧，就系革命党人刘成宇吓，佢同孙中山嘅对话其中一句啊。咁如果你睇翻呢段说话，即系证明当时呢啲革命党嘅老同志、国民党嘅老同志，佢真系高瞻远瞩喎。佢睇到呢个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就意在吞并消化国民党。因为当时嘅国民党内派系有裂痕，于是佢就乘隙勾引而来。呢个礼拜六，历史在笑容，共议清党讲嘅就系国民党党内嘅争议。他们怎样看这个孙中山的联俄用共政策？但到最后孙中山都可以说服到这些人，为什么呢？这个礼拜六记得收看历史在笑容共与清党。喂，大家好，我现在来了大韩民国仁川市，继续了一城市一个介绍的 function。 今天的天气呢非常之好，不過咧，其實自己 feel 到就係，即係你會見到有少少煙霞。咁就我聽聞啦，就睇新聞嘅啫。咁就話咧，強國啊，嗰啲咁嘅毒霧啊，殺咗過嚟呢一邊仁川市啊，其實都好近嘅，佢隔咗個黃海咧，山東過嚟咧，都係幾百公里嘅。好啦，咁啊，今日其實天氣咧就都頗凍。今朝落機嘅時候咧，兩三點落機嘅時候咧，係零下兩三度嘅。咁而家出咗太陽之後，而家嘅天氣係兩度啦，攝氏咁。都頗凍啊 ，OK， 係呢兩日開始係凍翻，因為前排就比較暖嘅。咁仁川咧，我要講咩咧？咁呢一個城市啊，對於大韓民國嚟講咧，係非常之係有意義嘅。點解咁講咧？佢就決定咗大韓民國嘅今日嘅命運。咁啊，我先講就係當年朝鮮同埋韓國點樣分家先啦。其實當年咧喺二戰之後啦，咁就北韓嗰邊咧就俾咗，係因為係當年攻入咗去關東嗰邊，即係而家東北三省嘅蘇聯佔領咗。咁喺三八線以南咧，即係而家南韓咧，就喺美軍就去佔領咗。咁當時就日韓國係一個係日治時期嘅即係統一殖民地啦。咁啊，日本投降之後咧，就分家成南北韓分治，即係有啲類似就係稍後咧上世紀五十年代咧，即係越南就係北越同南越嗰種分即係對峙咁嘅狀態。咁只不過就係咧，呢個對峙直到今日咧，仍然都係存在。咁我話俾大家聽，其實喺呢一個島後面咧，就係仁川機場。而仁川機場再上去咧，可能十零公里咧，你就已經到咗係金正恩個竇噶啦。OK， 咁好啦，我想講講就係仁川咧，其實當年咧美軍嚟接管嘅時候咧。就是用呢一個地方嚟登陸。咁去到1950年6月下旬啦，咁就係朝鮮人民軍啦，咁就即係金日成嗰班人啦，就喺蘇聯嘅指導之下啦，咁就發動咗一次閃電戰咧，就迅速攻陷咗去佢哋仁川好近嘅漢城，即係而家首爾。咁咧當時嘅大韓民國軍咧係潰不成軍咧，撤退到而家係東南部嘅，朝鮮半島東南部嘅釜山。咁咧係真係苟延殘喘嘅。
而當時咧係真係完全係幾乎係完全係可以俾北韓攻贏曬成個朝鮮半島。咁喺九月份咧，其實文哈亞瑟咧當時決定咗實施呢個仁川登陸，個目的就係希望盡快喺登陸點之後咧打破之後直接攻入漢城，去扭轉翻個戰局。咁喺同年即係1950嘅九月大約15日啦，咁呢個行動咧就喺呢一個島嘅北面咧。他們叫做綠灘就進行了第一個登陸的，咁之後在後面咧，亦都有一個紅灘咧，佢亦都進行了第二登陸，兩次登陸都很成功。咁第二登陸咧就係、是、喺我而家手指喺呢個位啦，咁越見到。咁呢個島咧，當年佢喺北部登陸嘅時候咧，就係朝早6:00，咁啊乘著太陽未出嚟之前咧，咁就美國第十分團嘅先行軍去登陸咗，咁之後長驅直進啦，喺短短幾日之內咧，已經可以攻入咗漢城咧，係將成個戰局扭轉。咁跟住落嚟咧就係點咧？三八線咧就俾聯合國為首嘅聯合國為首嘅美美軍為首嘅聯合國部隊啦，咁就係攻翻上去三八線啦。咁一路攻到去鴨脖崗咧，咁就最終引起咗咧就係中國共產黨咧就係參戰去改變翻個戰局。最後咧，韓戰嘅帶嚟嘅咩咧，就係三八線完全再冇乜分別，而且開城咧就係俾朝鮮攞咗。以前開城其實係屬於大韓民國嘅一部分，咁咧。之後到今日咧，其實雙方仍然都唔係處於一個係完全停火嘅狀態。咁一路呢個問題咧係仍然未解決，就好似兩個問題啊嗰啲咁樣。咁我今日嘅 live 咧就去到呢度。仁川幾靚嘅，幾舒服嘅，尤其是我而家身處嘅自由空間，有機會嚟啦，拜拜。哇、哦！翻嚟。好長，犀利嘅，犀利，你真係犀利嘅。唔係將我呢一節其實想講嘅嘢咧，啱啱嗰度都濃縮化曬。哦，咁我有啲新嘢講嘅，我啲新嘢。咩新嘢啊？你我又冇同你夾過啦，咁但係你問咧，我即係揀呢節，咁啊，我有啲經驗嘅。咁就我都以前有一間公司啦，咁我喺度工作，咁我有少少唔開心，我跟住就告假，咁我就即係去南韓。咁嗰個係第一次去嘅，咁但係我選擇嘅地方咧，幾時都好多年前嘅，我唔即係80年代啦，唔係，梗唔計啦，唔係啦，即係多年又再遲少少添，仲要遲少，仲即係咁大鐘嗰段時間，遲少少，仲要遲少。OK， 咁嗰時我去嗰個地方咧，就叫做江陵啊，你江陵。啊、你知道是哪裡來的，為什麼跟這節有關係呢？就因為呢，你剛才那個就是仁川，你其實今節想講仁川登陸，大家知道呢，其實現在你去看即是去首爾呢，落機就是仁川來的，咁你跟住去首爾啦，以前金浦咁嘅，系啦，以前金浦咁嘅，即系喺首爾嗰度落噶嘛。咁但系咧，我咧嗰陣時落咧，我就真系嗰晚咧，我就去落江陵啊。咁其實咧就等於咧，就由你一落機嘅時候咧，喺呢個西邊去東邊，朝鮮半島嘅西極西去到朝鮮半島嘅極東。你有冇去江陵？有個好靚嘅山嘅。係啊，嗱，咁我講埋聽，即系呢個去江陵呢個咧，同即系今次節目講呢個仁川登陸咧咩關係咧？其實正正顯現到就係當年咧，文哈亞瑟將軍點解要揀呢個地方？冇錯。因為朝鮮半島嗰個地理嘅特性咧，就係佢有一個地方咧就好窄嘅，即係好似巴拿馬咁樣啦。就係三八線嗰粒啦。係啦，嗱，巴拿馬更加窄添啊，即係就望到啦。咁仁川同埋江陵嗰個距離有幾遠咧？咁我剛其時我去我都冇 check 過嘅。咁但係咧，我就即係當其時連旅遊嘅資料我都冇查咧。就決定咗一樣嘢，我就當晚落咗機之後，我坐車去人去江陵。幾耐啊？用咗3-4個鐘頭。你就會知道一個問題就係點解登陸咗之後，馬哈瑟可以做到佢而家想做嘅嘢？係啊，因為咧，如果你打通兩邊嘅話，事實上係好易，係極度容易，好易啊！跟住我哋今日都好多，我哋唔去細講話，就係嗰個路本身平唔平坦啦。但係你諗下，我係坐旅遊巴過去嘅，我唔識佢添。韓國地理係大家知道，即係好。喂，哇！等先，我有個阿爾及利亞朋友嚟咗 say hi， 真係 hi， 沙拉姆啦咁。咁啊就咁樣嘅，因為呢一節咧，其實頭先啱啱所講嘅嘢咧，其實好簡單，打概括一句啦，就是韓國無論佢北面、南面，佢嘅國土嘅嗰個闊度咧，其實係窄到阿媽都唔認得嘅。咁你可能即係我哋即係比較。簡單啲去諗啦，其實你見到越南嗰國土先狹窄啦。唔係有幾個地方都大概係咁樣啦，即係唔可以話雷同，但係咧，即係嗰個窄啊，即係嗰個窄嘅特徵，你可以比較。頭先你講越南啦，
智利啦，智利啦，巴拿馬啦，巴拿馬啦，啊，咁啊，哥斯達黎加、哥斯達黎加呢啲其實個國土都好狹窄。係啊，即係佢意思就話你從某一點去到某一點咧，如果你攞到最窄嗰個位，其實好短嘅。係冇錯，真係好短。好似越南佢嗰個北所謂嘅南越南三八線，其實嗰個位置喺即係而家順化上面咧。咁啊，之前我都去過，其實佢嗰個闊度其實好窄嘅啫。係啊。咁個原因就因為嗰啲地方比較即係點講咧，二手啲咯，會覺得即係唔會咁注重咁多。即係如果咧大片都係防守線嘅話，其實你好分散。係啊，係啊。嗱，咁呢個題目咧好值得講嘅，但係咧我懷疑咧，即係譬如好多人香港人去旅行咧，有冇即係好似我做呢樣嘢咁一落機啊，即係直情唔係去首爾，跟住就即刻坐車去江寧。咁你問佢江寧做咩咧？咁樣嗱，江寧就唔係 suppose 喺呢個節目入邊去講嘅，但係我即係交代少少。講下啦，好多人都唔知江寧喺邊嘅。江寧，唔係即係直情係中文字嗰江寧咯。江寧啊，江。啊，長江的江，陵墓的陵啊嘛，陵墓的陵，江陵。咁當其時，當年我去咧，其實係想做一個 feature 嘅，即係一個特寫嘅，就係話咧，當其時咧，江陵咧就申請緊一個世界遺產。嗰個滑雪公園嗰度。唔係，係呢個爬龍舟。佢哦，物質文化遺產嗰個啊嘛，佢成功咗喎，最後係。係啊，係物質文化遺產。咁嗱，點解呢件事係值得我去做咧？由於我當其做嗰份雜誌咧，就喺大陸出版嘅。咁原來咧，即係湖南啲人就好 Q 興。點解啊？哦，屈原啊嘛，屈原啊嘛，真系。咁我就去做一样嘢，就系我想话翻俾啲韩国人听，即系喺大陆有啲人好兴你做呢样嘢。咁佢哋咩反应啊？佢冇咩嘅，其实即系大家又唔好睇得呢啲嘢太重啦。譬如佢哋去拣呢个城市去拣做呢样嘢，好简单嘅原因就系因为。個旅遊嗰個事業啊，佢係做呢樣嘢嘅嘛？你今日平昌都係咁樣。佢其實唔係一個好大嘅城市嚟嘅，即係你等於話嗰啲係即係二線城市啊咁樣啊。咁但係我去到我都好中意嘅，因為咧就比較靜嘅，同埋咧就冇首爾咁緊張咯啊。首爾唔係首爾個問題，唔係話佢所謂佢近三八線啊，係個城市壓力好大。咁你同香港一樣嘅，香港人甚至乎即係。大家如果聽我首《Gangnam Style》咧，你知啊，嗰條肥佬喺度跳啊嘛。咁其實咧，嗰首歌咧，其實佢叫《江南》咧，其實喺首爾呢個地方咧，其實正正係啲好窮人住嘅地方。咁同埋大家講咧，今日香港好多啲社會問題咧，例如啲住屋問題嗰啲咧，喺韓國都係有，而且我覺得同香港係不相伯仲嘅。啲劏房都係有嘅韓國。但係有一樣嘢咧，我就體驗到咧，就韓國男人咧就飲酒飲得好鬼勁嘅。因為冬嗱呢個就關佢個地理問題啦。冬天咧，佢哋飲酒咧就特別係嗰啲燒酒啊。一飲得多咧就好易醉，一醉出現好多問題，啲家庭啊，嗰啲激激誇誇嘢啦。咁我認識個朋友咧，韓國人咧，咁有啲都係，甚至乎我認識咁多咧，唯一一個咧，跟佢去外國，其他全部都係大男人主義。我問有當年咧有一個導遊啊，就唔係喺韓國導遊，喺泰國。咁佢又即係接到好多呢啲韓國人嘅話，佢韓國男人十個之外七個打老婆嘅，真係呢個講完。佢咁講，即係個時代又久遠咯，我唔知而家係咪啦嚇。咁但係即係其實好多香港女仔都肯嫁俾呢樣，我都佩服嘅。係啊，我哋即係我哋。咁但係我估即係娶得香港女性嗰啲韓國男人就唔打老婆嘅。我哋櫃台都有個都係佢先生都係韓國人嚟啊。哦，唔講邊個啦 ，OK。講邊個啦？大家應該知啊 ，OK。我唔知啊。跟住咧，我哋要去相啦 ，OK。清談都十零分鐘睇埋段片咧，啱啱我簡單介紹咗我身處嗰個後面嗰個就係成個仁川第六線嘅綠灘紅灘嗰啲啦。跟住去相咧。話俾你知點樣行上我影相嗰個位置，大家去可以去我電腦度，係啦。嗱，其實韓國好多唐人嘅，但係佢哋唐人嘅所謂嘅祖籍咧，其實係嚟自山東嘅。咁啊，呢條中華街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係好商業化。但係周街都有個姓譚嘅一個老，即係譚先生啊乜乜乜嗰啲咧，咁我覺得可能姓譚喺呢度都幾搭水下嘅。咁就之後咧，我就行上啱啱中華街呢度上去咧 ，sorry 啊。咁啊，上到去山頂咧，其實呢一嚿嘢咧，大家冇以為咩太陽能啲發電板，金字塔都唔係，你咪神秘之嘢。咁啊，呢一個咧，其實咧係紀念當年仁川登陸嘅。咁就我都唔知點解佢起到咁啦，但係即係你望落去，即係啲神秘之嘅 feel 嘅。OK， 咁跟住呢一個咧就係仁川登陸嘅策劃人。馬哈薩將軍啦，咁大家如果有睇過二戰史都知道佢喺即係菲律賓啦，係嘛？
哦，佢個歷史好長㗎啦，呢、這個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即係佢係喺我讀美國嘅歷史，即係軍事史裏面咧，我好佩服呢一個人。佢、嘅用即係軍事嘅即係個戰略嘅佢運用咧係好高深莫測。膽識啦，係膽識啊！而且係即係講得出找數 ，I will back 㗎嘛，講咗一句啊嘛。咁啊，樹立咗個象俾佢啦。咁跟住咧，其實咧，我呢段時間去咧，韓國就個天氣麻麻地嘅，咁就呢度我唔細講太多啦，自己猜測咩事啦。咁其實咧，啱啱我去呢一度咧，喺我身後咧，其實咧就係、是、我啱啱影相，即係影片好詳細介紹俾大家聽，到底成個仁川即係當其時登陸啊，或者佢對當時即係成個韓戰嗰個戰局扭轉嗰、那個即係嗰個關鍵點喺邊度咧？就係、是、仁川登陸嗰次之後咧，係將長期大韓民國受即係朝鮮嗰個人民軍咧一路喺釜山度壓住嚟打啊嘛，就係、是、呢一下幫佢解困咗之後咧，其實係導致朝鮮係好自顧不暇。咁大家知道即係成個戰線，即係戰局扭轉到就係變翻佢哋向上攻啦。咁呢度唔太講詳細，因為好多人都知道嘅。咁但係大家記住就係馬哈薩咧，其實喺仁川周圍都係佢嘅。點解咧？下一張相，咁呢一張咧就係馬哈薩咧，即係俾人擺落代朝拜嘅地方。咁又唔可以話朝拜。咁但係呢一個就係關於仁川登陸戰嘅紀念本，而且一呢、這個地理位，佢個身處位置好麻煩嘅。Google Map 定佢咧，就喺某個位置。其實你再行前都百零二百米先見到佢。咁同大家講啦，其實喺韓國咧 ，Google 係冇用嘅，真係冇用。點解？因為 Google 其實喺韓國好多限制嘅。咁甚至乎之前影響咗某啲遊戲叫 Pokemon Go 啊，即係佢捉精靈嗰只啦。咁因為就係、是、韓國嗰個國家安全法，佢驚 Google 攞咗佢太多呢啲嘢咧，會導致即係朝鮮嗰邊知道太多嘢。咁所以就一路都對 Google 好多限制嘅。咁但係近年就開始鬆咗少少，咁所以韓國人自己咧就有啲自己嘅地圖出嚟嘅，有林林總總好多嘅。OK， 咁我就不嬲都係 Google 支持者嚟嘅，所以用開 Google 錯咗都要用，我真係好鬼慘嚟講，因為喺韓國用 Google 係定位定得好辛苦，而且係唔準確。咁千辛萬苦嚟到呢度之後咧，咁啊上咗去啦。咁就佢將翻當年咧，就係佢哋仁川登陸嘅時候用嘅呢啲 LRT 啊，嗰啲兩棲登陸車啦，咁啊放咗出嚟。咁跟住呢一個咧，其實都係好出名，就係佢哋上咗去某個攤度搶攤成功之後咧，佢哋係有幾個士兵係插咗支旗喺上面嘅。咁跟住咧，就會見到當年聯合國授權出兵嗰啲參與國家，你會見到有即係呢個唔使講啦，韓國、澳洲啦、比利時啦、加拿大啦、哥倫比亞啦，有一個國家你估唔到嘅係埃塞俄比亞。佢喺五十年代其實係喺非洲嚟講發展得好快。但係後期大家知道一系列嗰啲即係獨裁嘅貪污好多嘢啦，咁成呢個國家咧，好多天然自然遺產去睇嘅，咁呢度我唔講太多啦。跟住法國、希臘啊、荷蘭啊，跟住盧森堡都好似有嘅，然之後見到新西蘭啦、菲律賓、南非、英國、土耳其，咁啊見到最尾兩支，一個係英國，一個係美國，咁呢支就係聯合國嘅。即係唔可以話雜牌軍啦，即係聯合軍啦，咁樣去即係幫南韓嘅。咁跟住咧，大家去睇下啦。其實咧，呢個就係其中一份咧，當年嘅一份報告，即係呢啲可以話 classify 嘅嘢嚟嘅。咁但係咧，你見到就係開始出現咗啲取消漢字嘅嘢。咁啊，見到都係括弧翻俾佢睇，就係即係呢個漢字解咩？因為始終你咁樣上面睇咧，有啲韓國人唔係好明嘅。因為都係嗰句，又一問過我啦，韓國點解啲言文寫出嚟咧，成日都會隔個空格，隔個空格咧？係因為如果佢唔隔空格嘅話，會出現一種就係、是同音字，但係可能佢會有另外一種講法意思出嚟。同日文一樣啦。日文一樣啦，但係就日文佢始終多咗漢字之後咧，咁就唔需要用到佢空格去隔。但他沒有漢字就撲街，所以我是很多人問為什麼你這麼即是你見我打韓文就是喂屌你打些韓文韓國都看不明白，打些漢字加喂漢韓文用，但我用韓文是這樣的，那些人問我喂屌你打韓文你的人看不明白自己揾咯，咁我係堅持呢樣嘢，因為我自己覺得韓國取消漢字係一個覺得係好唔應該嘅。但係我諗佢新一代嗰啲韓國人都唔係好識，多人識睇韓字。唔識啦，我上次同我個韓國朋友，佢係帶我去宮山行啦，咁我哋上到宮山城啲上面有好多以前啲人寫啲詩，佢見我好津津喺度，自己一個喺度好細味呢啲嘢，跟住話你睇唔睇明？睇明，佢話有呢個字係人冇啦。
即係好基本嗰啲漢字，佢睇得明。唔係佢自己個名咪知咯，一定知。佢自己個名就知啦，因為佢自己個名字就一定有漢字。一定有漢字，因為點解咧？就係因為如果佢冇漢字，佢唔知道自己個名係咩嚟嘅。真係會嘅。例如我朋友個名叫做初汪尊，或者初咧，其實可以又解車嘅。又可以即系汪咧，又可以解能源个源啦，又可以解一元个源啦，又可以解好多个源唔同源嘅，所以一定要睇翻自己汉字名，所以呢个唔 cancel 得。咁同埋佢哋身份证上面其实南韩人咧系有佢哋嗰个即系汉字名喺度嘅。咁其实到依家都倾紧，到底即系恢唔恢复翻汉字咧？但系成功咗少少啊。而家佢规咗教育部就系话咧，以后佢哋汉字即系小学教育度咧，一定要标翻汉字出嚟。即系已经通过咗呢个法律啦。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即係韓國個恢復漢字嘅路其實好即係好難行嘅，成對而家，因為佢個民族主義問題。咁就呢度就一份驚人文件啦。咁你話我韓文又唔係話半桶水嘅，咁冇漢字我就屎啦。所以就話俾你聽，呢個係一個電文啦。OK， 跟住呢一份咧，亦都係當時候咧關於就係南韓局勢佢哋個討論嚟嘅。咁所以就因為呢個其實過咗去漢城淪陷之後咧，佢縮到落釜山，差唔多佢哋發出嚟，就係要討論到底我哋要點樣樣去即係應對翻呢個嘢，就開始討論仁川登陸啊，定係喺即係當時你講江寧嗰邊啦。咁樣嘅嗱，仁川登陸嗰度咧，大家要理解多少少啦。如果我哋事後睇咧，就覺得好理所當然嘅，梗係嗰度啦，唔係喺邊度啫。但係當其時實際上唔係嘅。難度是什么呢？因为它的水位的问题，它这么大批兵上去其实只有几个钟头位的。是啊，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一旦有少少差池，举个例天气不夹或者其他因素不夹的话，就真的是冚家铲。因为你知道突击这件事一是成功一是失败，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是啊，所以那个即天时地利人和要掌握得很好。是啊，跟着呢同大家講埋，就係當時候其實大家幾知道，就係咧，佢哋係喺釜山度縮到係咁樣。呢個就係叫做環形防禦圈。其實呢一邊佢哋守得好辛苦啊，因為其實基本上朝鮮嗰啲大軍係壓曬過嚟揼佢啊嘛。咁當時候咧，其實咧，大韓民國首都係喺漢城搬咗去而家嘅呢度釜山。嗱，呢個就釜山 ，OK， 呢啲拼音嚟拼出嚟。呢個就係兼唔讀啊，做咗啲兼嘢。咁呢一粒咧就是、當時候韓國即係所謂剩低嘅領土啦。OK， 咁就當時候咧朝鮮登陸仁川登陸戰就係要為咗解決呢一個問題，要揾個突破口出嚟舒緩佢哋嘅壓力啊。好，咁當時李承晚就一個人歸宿咗喺度啦。咁其實我都去過釜山嘅臨時首都嘅，咁我有機會同大家講一講，因為咧你上到去咧。你唔會覺得自己喺韓國，因為冚冧不冧都係漢字入邊。佢李承晚係一個超中意漢字人嚟。好，跟住呢一度就係介紹關於即係佢哋麥克阿瑟啦，或者佢當時發動仁川登陸戰其他嘅指揮官呢啲咧，都喺度講咗出嚟。咁就係第七聯合嗰個機動部隊嚟。咁即係而家嘅係咪第七艦隊？唔係啦。咁第七艦隊大家知道近期真係即係好蝦碌，好蝦碌啊！真係咁撞。最新個傳說就話咧，黑客喎。是黑客啊，即係幾大鑊嘅你話？係即係呢啲陰謀論啦，咁始終未有證據證實咧，咁呢啲陰謀推下都算嘅。咁但係真係嗰個人就俾佢 KO 咗咯，嗰個司令。係啊，係即時撤職換咗個副艦隊個艦長上嚟。咁就第七艦隊即係近期我諗都係好不濟，係咪啲即係冇作法有關？可能真係關呢啲事。咁但係即係美國呢一方面其實我未試過一見美國嘅一啲咁精鋭嘅艦隊出咁多問題。話越 high tech 越～我成日谂紧问题，如果即系佢嗰个电脑咁容易俾人 hack 咗嘅，咁迟啲其实应该全部 switch off 晒，全部用人手咯。你可以系咁讲啦。好，跟住咧，我哋再睇下咧，其实佢成个博物馆咧，我建议大家参观嘅，因为佢将好多当时候喺仁川登陆战用过嘅武器啦，都展露咗出嚟嘅。咁例如呢一把啦，呢一把机关枪系 M191。咁大家知道你打中你隻手啊，都係斷嘅。OK， 咁另外啦，呢一種手榴彈、火箭彈啦，咁其實係反坦克嘅，就係裝喺嗰個前發射，咁係 3.5。咁其實呢一隻係二戰尾都有用嘅。跟住咧，呢一隻步槍咧，咁就 M1 啦，二戰都係用開佢嘅。咁寒戰其實相距唔會太遠咧，所以咧就啲武器其實差唔多嘅啫。咁左邊見到有登陸艇啦，咁右邊呢一個咧，其實下一張相見到嘅，呢個就係噴火器嚟嘅。咁之後呢啲咧就係嗰啲勳章啦，咁就見到真係已經開始啲學啲言文就飆曬出嚟啦。但係呢個係
韓大韓民國俾啲軍人嘅喎，咁基本上睇唔到漢字。咁跟住再下一張相咧，就見到個噴火器啊！咁都係沿用翻以前嗰個時期用嘅噴火器，同埋咧，其實大家咧有睇開啲咩戲咧，咪見到噴火兵俾人打中咗嘅爆炸嘅，其實唔係，其實唔會係咁嘅反而。但係噴火兵咧喺戰場上面永遠都係第一，即係係靶嚟嘅。任何人見到都會懟佢。佢冇槍，佢冇槍，得支嘢啫。同埋佢因為太明顯啦，所以而家戰爭咧，基本上見唔到噴火兵嘅存在嘅。唔見啦，但係我諗嗰個打法就咁樣嘅，嗰啲人打到去，呢、這個係主要針對咧嗰啲喺洞穴入邊或者堡壘入邊嘅日軍嚟噶嘛。係啊，冇錯。佢梗係掃低曬你啦，前面你冇還擊之力，佢先噴入去，噴入去啊嘛。所以佢唔會呢、這個人會唔會打前鋒？你俾我都唔會衝上前嘅，大佬標啲標靶子嚟嘅呢個。好、okay, ，跟住呢個咧就係當時候。韓國軍人的軍服啦，呢度展示俾大家睇睇。跟住就係迫擊炮啦。咁跟住咧，呢、這個咧其實係複製品嚟嘅，不過就係當年馬克阿瑟佢嘅即係好經典嘅副黑墨鏡啦。係你要講埋牌子啦，牌子係 Ray-Ban 啊嘛。所以我都今日戴住，好有副啊！我真係，因為我係好崇拜呢一個將軍，因為我覺得佢係一個好出色嘅軍事家嚟。好啦，真係好誇張。咁跟住佢呢頂帽啦，亦都係好出名嘅，即係佢個招牌嘅。跟住就佢嘅像啦。咁跟住咧，仲有一啲例如 M61 啦、M67 啦，佢唔同類型嘅手榴彈啦。咁、你都見到白朗寧嘅機槍咧，其實係改良咗嘅。經過二戰之後，你開始見到 M16 啦，呢啲即係開始之後好似越戰都有用嘅 M60。M16 我就以前做嘅節目講過，佢同 AK-47 嗰、那個即係喺越戰上面嘅交鋒啊。係啊，咁呢槍啊，俾美國人 complain 得好緊要啊。話棘彈問題，佢入咗啲沙就會棘嘅。係啊。因為大家知道就係喺越戰個戰場咧，特別叢林咧，例如滲水啦，滲水啦，所以你一射啲嘢就撲街啦。佢但係我諗喺韓戰就冇嗰個弱點冇暴露咁緊要，因為韓國咧佢唔同越南啊，佢冇落咁多雨啦，同埋冇咁多啲沼澤啊。但係雪一到冬天就滋滋嘅。都我諗冇越南嗰次咁大劑，如果係嘅話就唔會搞到越南嗰次咁大禍啦。即係估唔到真係喺個天氣即係改變咗之後咧 ，AK 贏咗佢，係咪？真係OK， 好啦，跟住咧大家見到咧，其實咧呢張相點解俾大家睇睇咧，就因為其實喺當時有日本好多啲韓裔日本人，咁所以咧佢哋咧就自發性啊。去參與呢、這個即係支持大韓民國嘅戰爭，咁當時見到即係佢哋都好多時跌下面國奔西咁樣，或者見到好多一啲點講咧嗱姜大允呢啲就好明顯就係啲韓國人名啦，咁亦都見到一啲日本人支持佢哋，咁呢個其實呢一張圖咧係溝咗係咩咧？就係、是、日本嘅漢字加韓國漢字，睇到我好辛苦，所以呢、這個 OK， 咁就之後咧呢一張咧其實就係、是、複製品嚟嘅。咁但係咧就係、是、一張簽名，就係、是、當時候佢哋啲軍人咧就係即係仁川登陸結勝贏咗之後咧，咁佢哋就簽咗喺咗太極旗上面。跟住咧，其實咧今日請何生上嚟差唔多嘅，但係咧呢度咧，我真係如果有機會介紹下你去韓國咧，一定要去呢度食下嘢。咁好多人咧其實咧去韓國咧一定要食海鮮，因為近海啦。第二佢哋覺得韓國人食海鮮嗰種整法咧同香港人好唔同，即係比較重味啲，或者係。辣啲，有啲香港人中意食辣啲。唔係，但係你如果海鮮就點解要加辣嘢落去咧？咪冚咗啲味。唔係韓國人係咁樣，每一個民族佢自己飲食文化。咁韓國人咧就好偏就係酸啦，辣啦。咁其實可以歸咎翻天氣問題。咁或者係對比翻東南亞，點解東南亞人喂屌咁熱哇？泰國人啊，印尼人食咁辣咧？咁佢哋又同我講就係因為熱啊。越辣越多，而加多重味落去咧，即系冇咁，即系冇。我真系幾懷疑呢樣嘢。冇咁咩，冇咁，佢話冇咁攰，因為佢哋真係覺得係食完辣提神啲嘅，會提神啲嘅。咁正如韓國你咁凍咧，咁你唔食翻啲辣啲嘅嘢咧，你就撲街。所以咧，佢哋咧任何嘅嘢食咧，基本上都係辣嘅。你同佢講唔辣都冇用，因為佢煮嘢食個鍋本身係辣到爆炸。咁。呢度就係邊度咧？就係、是、位於仁川一個叫做蘇萊浦口嘅一個魚市場。咁咧，呢一度咧有段片咧都可以俾大家睇一睇嘅。咁啊，要麻煩技術人員去翻佢嗰個嗰度俾大家睇。嗱，呢度咧就係佢哋嘅蘇萊市場。咁就啲新鮮海鮮啊，全部炸撈上嚟即時賣，賣啊，現撈現做，靚都無論。咁啊，
喂，有啲係好特別，會係賣紫菜啦、天婦羅啦、蜆啦，咁啊啲乾貨啦。咁呢個其實好多人食嘅即時茶或者買攞啲，哇食先。佢誇張到係啲市場咧係，哇誇張到直頭。好啦，我可以翻去我部 notebook 嗰度，唔該。我去翻 notebook 度啊 ，OK。咁跟住你會見到啲啊，要同大家講點解要叫大家去蘇萊鋪頭？一佢咧唔算話太過遊客化嘅，即係啲魚市場。咁又甚至乎咧，有仁川嘅地方咧，佢係啲人為咗做生意咧，佢係識得講嗰啲國語。嗯。咁你拉客啦，佢唔理你邊度，一見你係似外國人，嚟咁樣叫嚟過嚟食。咁但係呢一度比較 local 啲嘅，所以咧一定要試呢一隻叫做梳子蟹。嗯。咁梳子蟹啲好長腳嗰啲，而且啲肉咧係非常之鮮美嘅。咁你有人會生食添啊，即係類似刺身咁樣食嘅。咁就但係好多都會即係煮啦。咁就啲海產全部都係新鮮上嚟。咁另外你見到啲青口啊呢啲啊都會好多啊。咁又主要咧我自己咧個人咧我腸胃唔好咧我唔敢去試，所以我就去睇一睇嘅。咁啊建議大家去。咁蘇萊鋪頭咧，其實你睇翻漢字你就知道佢個站喺邊度。咁其實望出去都係一片好靚嘅海。點解？唔可以話海，一片好靚嘅內河。點解咁講呢？我哋去一去片就知道。唔該。呢度咧就係蘇萊市場，咁咧就係仁川最出名嘅一個海市場。啲海鷗，哇！哇！有冇去韓國食海鮮？哦，我完全即係冇呢個興趣。我覺得海鮮應該係新鮮噶嘛，唔需要去加辣。我完全理解。所以你就冇醉，因為佢啲太多辣嘢，你冇食到醉。唔係嘅，又唔係咁去韓國咧，就我盡量揀啲即係冇咁辣嘅啦嚇。咁但係都冇辦法噶啦，因為又唔識韓文，你只可以講啊，你叫一樣點一樣啦。咁但係咧就韓國咧，其實就啲嘢食咧。就我又個人覺得咧，就比香港遜色少少嘅嚇。個原因就係個選擇冇咁多嚇、啊，即係香港就你中意食乜都得啦，即係西中餐又得，西餐又得。韓國咧就我睇落去好似即係你都係食韓國嘢，淨係食韓國。點講咧？其實韓國嘢有好多嗱，近期好多香港人中意就係好中意喺韓國食咩什麼韓國美食啊、嗯。但其實韓國真正飲食文化咧。唔係而家呢一啲嘢，我下一集會同大家講講就係關於啲真正嗰啲心雞湯啊，佢嘅湯飯，而且同你講湯飯咧，其實係好難食嘅，因為其實湯飯係以前啲人窮咧，佢想飽啲，咁咪喺嗰個本身啲飯度再加啲加料，加料落去，即係等嘢飽少少，同埋因為韓國個天氣問題啊嘛，咁其實佢啲味咧係真正嘅湯飯咧，我食過咧，好味嘅。好乾，同埋佢哋中意加啲蝦子醬。但係你從呢個你都睇到咧，就係、是、其實韓國人咧，佢歷來咧，佢歷史上啊，即係佢嗰個生活都好艱苦。係極度，係極度，特別喺其實喺帝王時期咧，平民嗰個生活咧，一佢哋因為用漢字咧，好多平民係文盲嘅。嗯。咁另外係佢哋好多時候咧，係即係連可能一餐都唔知有冇肉食，因為點解咧？以前嘅牛咧，其實係只有皇帝。咁啊，好多地方都系嘅，但系咧就韓國嗰個問題咩咧？就係、是、其實佢聽講佢耕地唔係太多嘅啫，即係唔係好多地方種到嘢嘅。即係叫人口，其實你見佢係一路都唔即係擴張唔到咯。係啊，冇錯。咁但係近年就唔同啦，即係我諗大二十世紀啊，由於嗰個農業嘅科技啦、工業化，咁佢可以即係如果佢個經濟條件生好啲，佢可以輸入咗多啲。
呢啲外來嘅跳外來啦，就係谷物啦。咁但係咧，如果你去睇翻韓國人咧，佢始終咧即係嗰個文化上，佢嗰個因為個生活咁艱苦啦，好多嘢佢即係佢哋習慣做，平好多人唔會做嘅，譬如冬天飲凍水啦。哎，唔係喎，嗱，日本同韓國係有個文化好流行嘅，冬天係飲凍水都係。咁所以好多香港人咧，佢係唔習慣呢樣嘢，好似我啲 friend 咁去咧，無啦啦叫人俾熱杯熱水，我係咁啊。即係點解咧？我哋咁一嚟文化啦，二嚟咧你身處個地方係有暖氣啊嘛。佢梗係俾凍水你飲啊嘛，佢哋係咁樣諗啊。但係呢個香港人嘅衝突，甚至乎我嗰次喺韓國日本一間餐廳。有一個香港人啦，佢帶埋個水壺入嚟，我都算啦，我都睇唔到。佢仲叫人幫手加滿，呢啲其實文化之間嘅差異咯，即係咁樣講。咁之後我哋再去啲相咧，我話俾大家聽，點解蘇羅浦口一定要去睇？嗱，蘇羅浦口咧，其實咧個地理位置啦，再加上咧佢側邊咧有啲好多靚景睇嘅，你唔中意食海鮮唔緊要，都可以過嚟我呢個位咧去影翻啲靚相或者睇啲靚景，因為會有好多海鷗啦飛埋嚟啦，咁同埋啲海鷗有時都白眼嘅，就偷啲大媽啲嘢食嘅，所以你會見到嗰次啲韓國大媽真正嘅風範就產生一嘢飛食過去，OK， 韓國大媽其實都唔係難相處嘅，只不過有時平時係即係會比較。大女人啲 feel 咯，但係其實大媽幾好人嘅。咁好啦，跟住咧再見下咧，其實佢都有啲類似，就係曬乾啲魚再食。係鹹魚啊，真係鹹魚咯，類似係。咁我冇事啦。咁跟住呢條海鮮街側邊啦，你望住條河嘅。咁跟住咧，我又同大家講講最後啦，因為今日時間差唔多咧。咁你有冇見過年糕嘅先，台長？有梗係有啦。你食過未啊？食過。係咪好頂唔順？我食嗰啲唔辣咪得咯，我講咗唔辣噶咯，係因為都係好辣啊，都係好辣啊。我試佢咧，我又識初頭嗰時候我識幾句韓文嘅，跟住我同佢講唔要辣啦，跟住佢呆緊都望住我，屌呢兜嘢全部辣醬嚟，咁冇辦法焗住啦，你都洗濕咗個頭啦，咁好啦，咪翻去旅館。你唔使辣嘅咩你？我一般般啦，其實，但係咪韓國只辣係好勁啊？你明唔明？即係泰國啲辣我 OK 嘅，但韓國頂唔順，翻到去。啊！真系唔得，幾啖已經飆曬汗出嚟。嗰晚去大便咧，係痛苦萬分。即係入邊誒，應該係有少少發炎。係啊，冇錯。咁跟住呢啲就係炸嘢。咁所以其實好多香港人去咧，你要有心理準備，一係爆瘡，一係肚屙。咁但係近期啲咩有啲咩芝士火鍋嗰啲咧，其實唔算係真正嘅韓國文化食物嚟嘅。我咁樣諗啊，咁跟住咧呢、這個就要建議大家去試下啦。周圍呢個 Kimbap， 就係佢哋嘅飯團啊。咁特別係有啲人咧，即係如果好似我咁咧，即係周圍行，咁但係冇乜時間坐低揸住食嘢咧，揸路揸住嚟食。而且 Kimbap 誇張到點咧？韓國人出國去旅行啊，佢哋都會自己帶嘢去整 Kimbap。我喺緬甸咧就係試過一次坐車去恩來湖來恩來湖嘅時候咧，我前面一扎韓國人咧，跟住我問佢咧韓國人啊，跟住係。跟住佢話：你咩帶 Kimbap 嚟？哦 ，Kimbap， 我請你食啦，我哋自己整啊。所以就幾多韓國人其實佢即係點講咧？但係如果你咁食飯得凍喎，唔係好暖好熱㗎，因為佢就用石子保温啊嘛，石子保温啊。同埋你可以同佢講切同唔切嘅，咁通常佢係切嘅。咁有啲人咧就當係即係攞住好熱狗咁咬啦，有啲就會要用筷子去夾嘅。咁睇個人個取向啦，咁其實佢韓國嘅禮儀咧喺飲食上面冇日本咁嚴謹，咁冇乜所謂，咁周街都有人Kimbap攞住嚟食嘅。咁跟住呢一個就係食到屙啦。咁同埋同大家講咧，韓國住咧真係大家要小心啲咧，千祈唔好住到我相入邊呢一種汽車旅館。因為呢一種咧唔係俾 backpacker 啦，唔係俾一家大細去嘅，係俾啲咩人去咧？嗰啲情侶爆房去。冇咯，我嗰日咧，因為我仁川揾唔到嘢地方住，又佢仁川又好少啲 backpacker 啲 hostel， 咁見我屌呢間特價喎，咁平嘅，佢等於時鐘酒店嚟啊！攋嘢啦，我嗰時 check in 我話應該奇怪，喂，點六點鐘夜晚先俾 check in 嘅？跟住唔理啦，跟住佢最好笑係我 check in 嗰下，佢將佢俾一袋嘢係遮住咗啊，玩得開心啲咯。一個老闆咧，原來佢係朝鮮人嚟嘅，佢又住中國嘅，所以佢又識講。講國語啊，咁冇辦法，佢又唔識英文，我韓文又唔好，咁你焗住頭皮講呢啲講國語啦，跟住上到去哦攰啦，瞓覺啦，兩三點瞓唔到噶，周邊啲房又嗰啲唔同嘅不斷嘅聲音就會不斷爆出嚟，
咁我真係好難頂你。有冇錄低佢啊？你呢度唔擺得出嚟。有錄低佢。OK， 咁其實嗰時我唔係自己一個住嘅，咁其實身邊都有一個人，但係都頂唔順。OK， 咁就佢嘅間隔入邊係咁咯，同埋唔知點解佢會加埋即係中文上去。咁可能個老闆問題啦，咁但係佢係朝鮮人嚟嘅，同埋咧你出到去下面地下全部都係呢啲嘢，即係呢啲一扎嘢。咁大家中意，即係所以就去到韓國咧，極度要小心，即係你住嘅地方。咁咧今日咧其實都差唔多啦。本身我想講埋咧就釜山，可以翻翻大畫面嘅唔該。我哋即係本身講埋釜山關於嗰、那個，你有少時間我講埋少少嘢添啦。咁我去江陵嗰度咧就幾得意嘅一個經驗，我唔知道你自己有冇遇過同樣嘅。我去到咧，我深夜2:00多落車揾酒店，咁佢揾到啊。咁入到去咧，咁佢俾低條鎖匙你，跟住叫你入去住得噶咯。passport 都唔睇啊嘛，唔睇啊，唔睇啊。韓國唔睇啊，唔使交按金。韓國好怪喎，日本就好多啲 hostel 或者 hotel 咧。你冇其他地方嗱，我唔敢擔保嗰個係一個共通經驗啦，可能你而家去唔係啦。我去就我小愕然，我就瞓到洗嗰12點啊，出到去即係佢先叫你，即係你自己先俾錢，佢都冇所謂嘅喎。係佢係佢完全 casual， 係完全冇按金喎。咁我唔即係我估可能係因為嗰個地方本身咧係比較純啊。即係佢接觸呢啲外人比較少，外人咧就比較好質素啲啦。哇！如果你好似嗰晚咁樣，即係你有條友唔生性嘅，即係第二朝走閪咗，仲整爛你間房，就係多嘅，有機會喺邊即係鄉下人同城市人接觸咧。鄉下人永遠都會覺得即係冇所謂啦，大家過門都信任。但係城市人咧就會。屌你老母，梗係揾你笨㗎啦！真係會咁啊！特別係韓國嗰啲咧，我去過一啲比較偏鄉下啲地方，例如扶余啦，有冇聽過？益山啦、貢州啊，呢啲比較唔係大城市啊，佢啲人好熟。但係哇，屌首爾真係咧，咁冇辦法㗎啦！大城市一定咁樣㗎，好冷漠啦。而且俾到你一種係唔知道，好似叫周圍啲人都唔中意，即係好似你喺香港咁樣。係咯，啱啊！喺香港，屌去到街，你明明條友同你唔識嘅，呢個個都乜口乜面咁樣。乜口乜面啊！真係你香港你留一落去下面咧，嗰個好多人自己都唔自覺嘅。OK， 嗱，另外一個咧，我亦都覺得係即係想同大家講講嘅就係咧，如果你去韓國，其實好多呢啲中國嘅禪宗喺嗰度，即係講譬如我自己親眼見曹洞宗啦。即係有寺院去曹溪宗，曹溪宗就去俾你參禪嘅。我唔知道你而家係咪啦，即係嗰個成個佛教嗰、那個。你有冇聽過海印寺啊？有。我今次下個禮拜我就會去海印寺啊，睇嗰個即係最古老嘅木板嗰個佛經咧。其實韓國很多佛教寺廟都很多歷史嘅，係啊，我就覺得其中一樣嘢，大家要因為日本就梗係啦啊，如果你去睇禪宗嘅睇寺院，但係韓國都唔輸蝕嘅。我懷疑就好多，其實中國喺呢個宋朝同埋明朝嘅時候咧，都傳咗過去俾佢哋嗰邊。係啊，嗱呢度即係賣關子，其實都關即係白濟氏。白濟其實就係第一個擁有佛教嘅韓國國家嚟，即係咯朝鮮國家嚟。咁喺五六世紀已經可以出現。咁佢亦都係最出名有一個金刻嘅佛經咧。咁我下個禮拜都會喺韓國去睇。嗰、那個係過千幾年嘅歷史，即係韓國文化係。佛教啊，特別係佛教文化，佢係經即係可能唐宋明啊，一路經過可能韓國，再傳去日本。即係如果講第一個源流就係經韓國去嘅，第一個源流對馬海峽喎。第一個源流就經喺韓國。咁另外一個咧就同戰爭有關啦。譬如我喺周邊嗰啲沿岸度咧，就見到佢嗰啲戰爭啲遺跡啊。咁仲得意韓國。喺韓國周邊嘅，即係喺呢啲海岸線嗰度咯。係咪同韓國人打？係咪同日本人打啫？唔係，驚朝鮮啊，即係北韓啊。OK。咁我見到一個直情係單丁一個士兵嗰度守，成碌木咁企喺度。唔係成碌木咁啊，係即係佢嗰個一個據點嚟嘅啫，但係好細個嘅。咁咪喺佢一條喺度守。咁側邊有個坦克車個位置喺度。我啱啱第一次講咧，板門店嗰度咧，我俾人 check passport 咁啊。韓國啲士兵真係好求其嘅，上車。落翻去，系啊，好求其。但美國士兵又好認真，逐個逐個對名，唔理你邊度啊，就算你係攞住 US passport 都係一視同仁。韓國就唔同啊，韓國就咁樣嗰啲。唔係，可能佢哋認到個樣啊，
即係佢哋覺得佢哋有呢個能力，能力咧，你邊個係北韓特工咧？佢揸認到睇到㗎，因為其實朝鮮人咧，就甚至乎我以前嗰同學咧，佢都係好細粒，同埋嗰啲樣咧望落去一睇一知咧，甚至朝鮮人同埋南韓人嗰個樣都唔同，有唔同啊！朝鮮人黑啲，同埋咧佢係細粒少少，同埋嗰啲髮型啊，長期營養不良。你可以咁講，係完全係我自己覺得係長期即係比較係處於營養不良狀態，除非你出過國嘅，嗰啲人咧就會比較好睇啲。咁同埋我呢度誒唔講啦，都係呢個費事講累死佢啦。OK， 咁同埋有人同我講咧，就係去韓國咧唔慣辣就變 forbidden 噶啦。冇辦法㗎啦，你入鄉要隨俗啦，即係嚇去得嗰個地方食辣咁啊，都習慣下啦。我啊真係頂唔順嘅，我去到，所以頭先我哋講我去到唔係即係食嘢方面唔係咁欣賞。係呢樣，我認同你呢樣嘢不夠苟同，認同唔係不夠苟同。同埋你嗰次去韓國咧，有影低咩相？有影低相，但系我嗰時嗰啲相嘅質素唔好咯。我去過係幾次嘅，一陣仲有少少時間講埋啦。Okay. 其中一次咧就江寧嗰次係即係第二次啦。其實第一次咧就咩咧，免費嘅，就請我個機構派人咧去參觀佢哋嗰個泡菜嘅製造過程。添知啊？係啊。咁呢樣嘢就證明咧，佢哋即係好，即係佢哋推廣佢哋自己嗰個文化咧，佢哋都好大，即係好用力嘅，好用力嘅。但係奈何你個本質嗰、那個即係可能食物係比較都唔係嘅。我哋以前都唔係食。但係我真係我唯一中意食韓國嘢就係泡菜。係咩？因為我覺得食完泡菜開胃啲啊。其實好多泡菜而家大陸做嘅。唔系好多喺香港食到啲，已经唔系韩国泡菜嚟嘅。唔系都系嗰句啦，好多而家所谓 Made in Japan 又好，都系流嘅啦，都系流嘅啦。好啦，嗱，今个礼拜即系用咗一啲比较特别啲嘅方法啦，去讲即系关于韩国佢近代史、韩战之后啦，甚至乎系台长都讲下喺江宁，咁好多人都未听过嘅。好啦，咁下个礼拜因为我唔喺香港，我出外景啊，咁因为我第一次出嘅，咁我就去韩国啦，咁就会去我印字啦，去益山嘅白濟嘅世界遺產睇一睇，就係千年前亞洲最大嘅佛寺嘅遺跡啦。咁另外都會去朝鮮王陵啦。咁另外都會去江華島去睇一萬年前咧呢啲史前人類咧佢哋嘅嗰啲精英階級嘅墳墓啦，紫石墓應該聽過多聞。咁跟住咧都會去就係海印寺啦，就啱啱所講咧，全亞洲最古老嘅木刻版佛經就擺咗喺嗰度嘅。咁就用可能一個禮拜時間去慢慢去，即係唔係慢慢極速探索啊。因為順便我個韓國女友要結婚咧，喺佢做老襯之前咧，我就要同佢去一次即係狂歡一晚。OK， 去佢屋企住。咁佢韓國人請你去屋企咧，就真係好難得嘅。好俾面你嘅，好俾面我啊！真係極度。佢話：喂，嚟屋企啊，臨結婚啦，你冇得玩噶啦，再咩咁？就順便去見下佢屋企人咯。咁就韓國嘅禮儀咧，我會之後同大家講，其實都幾複雜下，尤其是去人哋屋企食飯咧，你要好小心。OK， 好啦，今日去到呢度啦。咁啊，下個禮拜下個禮拜未講完，下個禮拜咧就會有個越南嘉賓咧就上嚟。佢係一個真正越南人，而且咧佢係好多辛酸嘅故事會講俾大家聽。點解咧？因為佢當年係用船民嘅方式嚟香港，咁最後留咗喺香港落地生根。咁下個禮拜同樣時間，我哋記住黐住文同埋你。今日拜拜。